吧，他之前多几年，然后吧，你想嘛，巴瑞来的时候，初一嘛，我本来那天我出来拿了点，哎，初中的干了，我来装来的，哎，我那边的叫李老师，我的叫别装来的，啊，这我们老家的，啊，可以没养来的姑娘的，哥哥，哎，妈咯，那大伯没听嘛呢，那起码那个亲属也好做啥吧，啊，别妈别别多干多赚钱啊，好比喏，有没说谁给我这卡来可以嘛？家里才能交钱买，而阿龙我嘞，我们想买钱买，不过没有地，但我将来也在讲，太笨嘞，喏，以前的嘞要多阿比，没有未来的钱的，没有哥哥哥，阿出来的 effort 的阿龙的嘞呗，没有压力的哈嘞，太不知道了，喏，有啥话嘞？而家里的你当没有，姑爷妈妈、姑爷奶奶、姑爷阿姥爷妈妈，都没当做战友，喏，哥哥哥战友，就是阿东曾经阿姐。就是吧，就那个就是。